请收看《卫星世界》阿弥陀经。各位十方神地仙，大家好早。咱自古以来呀，真是圣贤，啊，伊的成就，伊的妙法，拢是一部谦字、谦顺、谦虚。所以要做谦字，确实无简单，确实真困难，讲是讲的。一旦验到欠钱的时候，发了两句话无介意咧，三字经就吐出嚟，三字头两本记了吐吐去。等到代志过咧，查明真相的时候，才家己来忏悔，才家己来感觉歹势。这种人非常非常的多啊，所以大家一记哩，那么学习谦顺的上好的方法。念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当一旦那么发脾气的时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罪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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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南无阿弥陀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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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罪过，罪过，向自己的心去忏悔，向自己的心诶去顶礼。那么安尼是啊，咱要想起的时，咱会当退后一步。咱会当退后一步呢，好过日。咱唔通了了，无介意大声细声咧吼吼出嚟的事，到尾啊艰苦是你家己在受灾殃。周围人过对你的受灾殃，尤其一个人在一成功的时啊，脾气上大。我看有够济啊，因为我结缘这样的一个信徒，这样的一个信徒的时，一旦一个人对真艰苦打拼起来，一成功以后咧，十下顶到七下八下，脾气拢真歹，日日家己真牛，骄傲心出来，拢未节制，未节制到尾咧，你赚了钱啊，失了德啊，啊失了兴啊，失了兴，非常非常的危险的代志。各位十方神地仙，啊，诸佛的妙法，叫咱如何爱柔，如何去尊重着众生。即使众生啊有真多无私的所在，咱嘛去尊重，伊嘛是对，因为伊想的就是安尼尔，伊的智慧就是安尼尔，咱会当原谅原谅的，然后进一步来教导教化伊啊。各位，人伫世间短短几十年中间。咱要学的是啥？学佛、学佛、学有智慧的人，或者学佛、学有智慧的人，伊的言行啊，或者学佛啊，学佛。好，所以咱一个人要成功的时，咱一定要搁存在的，咱唔好想骄傲。咱一个人要成功的时啊，咱该爱愈谦虚，叫做量力而为。啊！成功在望，敬业敬意牛力，自我节制，严谨严谨慎行啊！一个人要成功的时，一定要自我的节制。啊，唔通讲牛力来化，那就布满山坪，交过天下。我已经要做啥？海藻呢？海藻呢？再三的强调，孔子讲，伊讲都唔敢受见面贴，已经都甲咱启示过，咱人爱有涵养。啊，咱要成功的时啊，咱按量家己人爱自我节制，严谨慎行。所以大言见佛的妙法，大言见佛的妙法，第一成功在望，敬意牛力；第二自我节制，严谨慎行；第三意气凛然呐。即身固执啊，这点非常非常的重要。
三个字只，你看起哩，无愧于天，上会当对天交代，上会当对我的祖先交代，上会当对我的佛法神交代，上会当对所有十方法界圣神佛菩萨会当交代。二，气只行。你讲我要对天对地要负责，你爱行，实际去做，去做去行，去做去行，去做去行，这是义气凛然呢。咱即摆社会乱象，吼，我无介，我兄弟义气啦，我加刀加枪要甲你拼，你无赢去，你输去啊，已经输去，念头出来你就输啊。我招人来恶来讲骗。即摆咧，社会有一种咧，哦，若要借钱咧，借几十万，你就爱先汇偌济咧。结果咧，用来共恐吓，颠倒当共恐吓讲，吼、哦，你有啥物啊？我是中资族啊，啥要共恐吓钱的是，我咧讲，你爱付因果，你骗着钱诶，恁祖公拢拖落落地甲撞落，你一世人几啊世人，你着做牛做马做猪做狗做牛做羊，行不了啊，空空啊，破产啊！菩萨，恁唔通安尼啊！这是恁唔是伫天上世界原来就会安尼啊！咱大家拢是佛菩萨来转世伫世间，咱为何来世间会去骗人呢？我想着足无诶！咱恁未记得家己是佛啦，是安尼未记得咱对菩萨啦啦，咱就神来转世呢，咱是安尼要来骗人啊！我想着心足痛，足痛，足痛诶！恁唔知道利害关系，钱骗的来就好。咱如果了解因甲果的关系，我替恁心会痛。所以各位啊，咱唔通过糊涂啊，乃至世间唔通过糊涂啊。你若过糊涂咧，对着乌暗的深坑、乌暗的地界，是讲啥人嘛无法度甲你救你啊。只有自己去承担因果啊，各位。咱义气万行代志就是。仰无愧于天啊，看无愧于天，天者祖先神佛菩萨啊，佛法呢无愧于地，啊一地呢是安怎地呢？托靠咱实行嘛，咱行嘛去做嘛，咱莫讲哎我袂骗人诶，结果目睭精神呢，你又搁骗人一大堆啊，死去变。要得金星莫灵哦，佛祖要恁兜都爱偌济，你这嘛是现象嘛不对呀、啊！你骗人会使骗啦，骗神袂骗你啊，尤其佫骗鬼佫较袂骗你啊！骗神骗鬼福音果啊，恁哪拢唔知影利害关系？一寡专门金星莫灵死去骗的人，你哪安对？唔对啊啦，唔对啊啦，唔对啊！你这位菩萨，你是安尼做只出头啊，糊里糊涂。那为着三顿要吃，那么为着神的代志，不只放下世间事，出家嘛，去出家去修行嘛，他吃，嘛他甲神做伙啊。那么为何咱爱金心莫咱死去骗死去行呢？不好嘛！咱伫天上的世界干咩呢？无可能的嘛，是不是呢？所以咱伫世间义气凛然啊，吼、哦，即善果子，咱要对善的去行，对善的对大家有益的，莫互人起烦恼心的，莫互家己起烦恼心的，咱来去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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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行，即是义气凛然啊，即善果子啊。各位是奉神之心，咱上方世界啊，上方世界大暗见佛，都是非罪未罪卦象啊。第一，成功在望，敬意量力大；第二，自我节制，因缘顺行啊；第三呢，义气凛然啊，积善果积啊。各位，上方的大暗见佛，都一直在鼓励着因。上方世界所谓天人上顶，好、啊，这呢要修行伊个高位，大暗见佛的高位，伊才安去修就好啊。哦，咱呢万行大事，问心无愧，问心无愧，这是真真正正义气凛然，义气凛然，问心无愧，一个问心无愧啊。
咱唔通做万项代志，做甲问心有愧的时，咱来世间咱就白走呀，咱就白行，安尼就非常非常无好啊。第四咧，那个坚持善念啊，奋发努力。善念，善念非常的重要。咱每个人的念力，你若念力若好的时，你就得到好果；你若念力若歹的时，你得到歹果。曾经咱一位信徒先生，啊，伊咧，哈，就算讲家己有咧修行，修讲、哦、我生什么能力，我什么能力，我安尼修呢，你安扫了规日拢倒。我一天来到，迄阵我伫台东静修院，来咧，有老师啊。我念力足厉害，吼！我因为我一个同事啊，表回啊表啊，回啊表去唔好啊。我迄阵啊，我一直想我足气，我用我所修的念力要好死，要好死，要有画面好死。我逐个点点子一直想好死，一直想。结果一个朋友咧，煞真正画面煞死去，吼！伊就足欢喜啊，足欢喜。来一。问我的是啊，我给你错去啊，我错。这个，恁一件爱福因果，恁件爱替你行业报。你唔知道前生你用什么方法去甲对方倒去，你唔知道。你有解什么冤结，你唔知道。你是安那还未开悟以前，你就想尽办法要让死，要让倒。死甲倒是一日这身体害起安尼尔，伊灵性并无伤害着。我讲你个囝爱注意，一定会反射对你个囝倒来。结果咧，迄、那个吼，这个吼，想哦念着咧，吼、哦、要一定要死，要死迄个。结果这脑鼻炎来，鼻炎来，啊，结果死了才半年以后咧，啊，真正咧，换伊个囝鼻炎来，才大粒起来，才大粒这边咧，拄多下迄个朋友死去咧，共病啊，开始去紧张啊。我讲你若歹，有事我遮尔好，歹互恁囝，你念着互恁囝，这个互无去呢？我有法度，这病我有法度。我你都有法度防病啊，你先无法度化病，一年过过过你爱来担，哭归类。老师啊，要安怎？我囝绝对袂用死，我一个后生尔，我要娶我袂用死，袂使绝对袂用死。后来求老祖，阮囝绝对袂用死。我讲啊，恁囝袂用死，别人都会先死。啊，伊表回回啊，甲你表去，哎，有困难嘛，有困难啊，你要慢慢好按嘛。哎，我做无你两年才要兴我，两年嘛有一个蛋嘛会到啊。你安尼是，你就得着啥？所以各位啊，恁一个修炼力的人，你要注意，好，我拼拼，我安尼拼安尼，出去啊，头壳破伊讲啊，你唔知因果，是唔是啊？所以咱拢佛菩萨佛来化身来，咱就非常慈悲，非常慈悲，万行在者，然后对天、对地、对都啊，对祖先、对老爸，拢会当心安呐、啊。所以咱这信徒嘛是朋友，足后悔，足后悔。伊讲我什么代志拢歹修啊，我拢歹啊，含老师法嘛歹修啊，我不叫你修我法啦。我法真简单啊，问心无愧呢，对得起良心啊。万人代志啊，对过良心，你心就安嘛。咱一个人的生存是死一粒心念啦，加口罩无用，穿较水咧，衫子脱起来嘛是马马骨骨念嘛，哪有什么好了不起？心安享幸福，心安就是福啦。各位啊，咱这信徒烦恼加死去了以后呢？直直烦恼，两阿母烦恼，烦恼到尾无老久嘛死翘翘，囝光出去台啊，吼、哦、老爸无老久嘛光出去种，计较啥？念念害死，修什么念？所以各位啊，咱善念善念祝福祝福。啊，这前几天，哈、啊、我地主，啊咱陆营啊和杨传兴的妈妈，伫六月十七啊。啊，都带一个因娘出面头尾，下、啊、一个我进入修行，一贯多多钱来。啊，这个就是伊囡仔咧，伫美国了，
他读册咧真聪明，甲要向我画，就讲掠讲起来，掠讲当然皮皮错，安尼错，即我甲送去精神病院，就加去精神病院啊，好，还是白条咧，好，安尼艰苦个挨十十，无伊无法哩。阿妈，伊这代志讲哦，咱杨先生、杨师兄的老母听咧，紧咧带去大安寺见老祖去找我。我甲讲你是安尼两世，你唔中拜，肩头你唔拜。伊说好啦，伊老爸老母吼，阿公就是什么姓，啊，伊个招这边嘛什么姓，结果咧，哈、啊，人听人讲这边阿公那边姓名拜，啊，这姓这安尼口口拜。做无敬，你要敬啥人呢？干呐，求道求道是需要，但是你做都无敬，你求什么道？今日写认为忏悔，咱拄啊咧发挥，大恩师发挥，下底超度，好话去，哈忏悔，啊等于呢，第二天囡仔稳定了，即马正常啊。所以啊，咱好事大概做善念，善念，善念，一个呢。善念建立在有祖、有先、有爸、有母、有天、有地。时间的观念到这段落。